其实喜欢你这个问题吧，不是说短片上就我妈自己说喜欢你，我妈是意见仅供参考，但是呢我确确实实也是喜欢你，也是奔你来。首先呢我在这儿就是说，从你到反选季一直到那个反选季吧，就从反选季开始关注你的，你上台之后完事牵手没成功我也挺高兴，因为我稀罕嘛，但是我找不着这人啊。后来我看正选季，哎，上台了，我那我得研究怎么报名，完我就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，完报了个名，我就特意为了找你，特意呢我还为你带了个小礼物。啊，二哥还带礼物了，哎呀，可以的吗？看看看看啊，还说是妈稀罕十六姐呢，这礼儿都准备好了，自己稀罕就直说得了，打啥马虎眼呢？听他俩刚才说话唠嗑啥的，说这脾气性格啊，都挺会路啊，那没准能成啊！啊，广告回来，要不咱看看？我知道这里面是什么，是牛蛙。